28日，由郑少秋、郑伊健、林峰等主演的电影《忠烈杨家将》在香港举行首映礼，吸引众多粉丝到场支持，云集港台众多帅哥型男，影片未播先火。在首映礼上，众人更着白色西装帅气亮相，引得现场尖叫不断。其中有众多半裸画面，自然少不了型男们互相间的肌肉身材比拼。余波笑言有吴尊这个健身教练在，大家一直都努力在锻炼。对啊，因为有教练嘛。吴尊是我们的教练，大家都有在练。对，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在练马、练武术的时候，其实都稍微会练到一些肌肉。在剧中饰演六郎的吴尊，因为泡妞被养父秋官暴打，拍摄时不仅是真打，而且还 NG 了很多次。谈及感受，吴尊大呼打得好，秋官则称赞这个儿子很乖。打得好，很爽。他胖六，为了导演的要求要比较真实一点，我就把他再打靠近一点点了，结果打到他的骨头的地方。还好这个儿子他很乖，他忍着。后来才告诉我，